皮盖的善丹，感觉这把稳了。峡谷乱不乱，我木霸说了算。阿大，哎，这牌给，就差一点点，阿大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大三分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就，过来买烟，也太狠了，我操！完了，输得我神志不清了，我操！无情天手，队友不是我贼气，没了没了没了。谁呀？要啊，对面这个善丹，这个人的 ID 好像有点熟啊，对面这个善丹 ID。欢迎来到。你觉得我会分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怎么说，老冤家了，谁知道？犯病从来不看第二。哇，他们这样子骂人是吧？哇，骂的都是这么骂的，我的天哪！碾碎他们！我说实话，我只能说好套蛋，还好被网暴的这个人不是我，我只能说那么操蛋的很。那我这把得 Q 技能了，哎呀，我眼睛没洗。哎，我这实力降低20%，我这眼镜的话有点脏。别装了，已经崩了。懂个屁！听话的病人讲清楚，像包子、小狗狗、菜刀雕。你先把刀补好，我知道。补完刀，你再想着压他，知道吧？应该是这么玩。蒙古为什么当医生？那我这个兵线压的，说实话挺危险的，我这个兵线压的。Q 了，没有 Q 了呀，我血掉了。啊，我这跑车！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波补完可以走啊，不需要人，就一般，就这样吧，可以走了呀。这个血量，说实话，来就死，太危险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把刀补好，早点狂徒就可以跟他玩了。我知道。反正说实话，蒙多你想压住狗头也，我不压他，但是我在，你是需要把刀补好，早点而且我还要趁我的不灭之握，明白吧？我就主要就是为了趁不灭之握。不要。我已经磕了，不要浪漫。他这个放一他就控不了线了。不要浪漫，不要浪漫，人马可能在。这把补刀还行。就他们咋治？用新的盖过去。我要控他线了。他为什么还不回？他不是有 TP 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他这么玩，他补不了刀，他不是很亏吗？
那得问他了呀，吃不了竞技他多亏呀、啊。我只能说他已经六十 Q 了。啊，就你会控线，根本不会控制吧？我控到死控线。没有。有没有人看到？我捡到。这个破车要补喝药啊？你这药留着干嘛？一口药？我马上溜了呀！我血量一半的时候，我这个副作用啊，杜兰顿的话，哦，你真能杀得出我啊！我怕了，让你喝药不喝药，早点喝药接一个闪。你都去哪儿了？我现在要回去出一个装备，我这辈子都死不了。但是我现在的话，能不能回？怎么回？我这边好像回不了。要不然他帮你推，那你怎么回？哪有？你现在这个血量真的太低了，很难受。那你可以跟他说，我操！好慌。那没 GG， 现在复活多四秒钟，很难受的。不对，我发现为什么霸哥他的打法的话还是属于这种征服者的，我有点不明白啊。直接用我那种打法了，我觉得打门都不难打的了。他打你也不难打呀，他不能打你也不难打。是打我不难，但是他有一种更好的方式。我只是觉得他回晚了，他第一波早点回去的时候，他能一直把你压到残下的。他之前那个血量很低的，有人哎，你知道还有人说打肉肯定等不等，你错了，那我只能说狗头的理解还是要改一改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打肉我怎么打？我觉得他 TP 用的不好，没你用的好，是吧？嗯，他第一波早点 TP 回去，你空线了，那个塔，对啊，我空线控了一辈子塔，他难受的一滴，你还想控他线呢？他第一个 TP 早点交的话，打的没有这么难受的。不要扣扣，你这人头我不想要的，我说不要吃的，你要天气要吃两个头，你不吃头你怎么跟他打？人家带着征服者狗头，我这一波是一个头我都不扣。这两个头早点补发育，然后早点全装，反正我就可以猛猛上。对，有道理。我他妈看到他眼上聊着。对，完了呀！他这个有起跑量哎。我操！老子这么血亏啊！没办法，你太贪了。我太贪了呀，差点钱。哎，我真的是太贪了，真的没办法。我只能说，根本真的是贪的无厌。裴大头，我的贪了。我这儿了。对了，告诉我，哎呀，你们太大了，我还节约呢。互换大招，等他大招才厉害。哇，你非要等最后一口血才开大招，然后把这些等下逼出来，肯定得扛啊。
飞也白得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Hey, 快走！叫一声好难，每一个人都对你喊大叫。一警车的，一警车。我命令你。哇，这一把真的东方的狗头还需要你去找他、啊、确实不愧是你梁山，好梁山，别快走，那肯定是别人对面守你，不是你守他、啊、我操，为了救人，蒙古。不是，为了吓你。我好爽，我真的是个下贱的蒙子，我差点没有虾虾虾虾虾，不是你现在是大刀歪到天上去了吗？吓死我了、啊、大刀歪到天上去了，虾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龙虾他是为了预判我呢？就看你的那个、啊、他对着墙而的，他对着墙啊，跳出去了、哎、你要闪现墙肯定的，那我要狠狠的滋，打我，打我！走走走，不要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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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大好大好大！我感觉你还要不要回头，不要回，不要回头！妈的，怎么了？你回头？啊，原来是我的队友来了，原来不是我队友来了。哎呦，可惜没大招啊！我这么有大招，我抡死他们了。打我 ！OK。这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刚才以为是我队友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队友来了，可以出去，不要回头。然后还是没有大招，我这么有大招了，感觉我更牛了，没大。Legendary, oh yeah！ 虽然都卖了吧，我直接出个金翅飞行，跟他没有飞行，被狗头猛猛吸血。这龙虾，哇！这龙虾八个头，才发现这龙虾八个头，八个头，八个头，但站住也守不了你。开大，我需要开大，完了抓不了，走吧。我擦嘞，这么狠的吗？这不会搞翻了吧？你再不稳一点，这把可能这样。勇者，哇，真的痛呀！他那真的痛。你看扫你几下，你看你都掉这么多血。那我是不是得出蓝盾了？那你肯定的，对面双暴击，很难动作。没事。好，卢先先痛上，痛不痛吧，大爷？我差点把你打死了。怎么来了个狗头？怎么这么牛逼吧？来了个狗头，我没有想到。哇，他巨愣了。不用了，他顶不住，伤害高的离谱。对呀、啊。不要无脑冲啊，无脑冲会被打死，我们其实扛不住的。明白，放心吧。哇！快
不要删了，李博，你个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啊！哇，我这个前排的话，说实话，可能还是能稍微扛一下。这把我们这把全是脆哥，哇！哇，这把队友比较给力，当然了，我玩的也只能说一坨大便，没办法，这个只能说这个门多的话，还是这个马桶就要做好马桶该做的东西。哎，来吧。哎，这个 BV 号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继续看电视吧，兄弟们。